近年来呢 ，TVB 总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，除了频频被指演员青黄不接、新戏剧情老套外，近日呢，又多部剧集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裸露以及大尺度的戏码，而这些戏份呢，更是同时成为了新剧宣传时的噱头。想问一句，这到底玩的是哪出啊？